尴尬。没有，你们不尴尬，是我们比较尴尬，因为我们很像要被公审，就是我们私底下讲的话，全部就在这一集播出，然后六个人还在我旁边，重点是我们还要去预判说谁跟谁在一起，他们明明都是当事人。可是我觉得都蛮配的啊，紧张哭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想问一下制作单位，下一集也是有他们吗？对啊，那这样就在公审我们啊，就是我们两个已经被公审的状态啊。没有没有，是公审你。因为我平常不太讲话，我没有。那你干嘛要当 YouTuber？ 你就不要当 YouTuber 就好了。我是绿叶，我是绿叶。看完这一集，你们觉得如何？如何看到自己的？你们说话蛮过分的。哦，对，正常。你才过分啊！我哪有话过分？你看那个饭，不煮饭还没看那个饭，我真的不他们整个是大聊特聊。对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厨房要收起来，说这很忙。不是。空间真的很窄。好啦，我想说，天哪，怎么会这个状况？大家在外面忙，然后你在里面聊天。你也没事做啊！你坐下，我有找事做。你没事做啊？坐下，我有快乐，我去找事做。他有吃我的豆干吗？立成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我觉得有经历了。我想问一下，在座都是就是相信有鬼的自己，你们都相信吗？还是你们不是？相信我信啊，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越想会自己吓自己了啦，所以对对，就是不要想这些事情。他不信，那你信你阿公阿妈会来找你吗？不信，没有，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物理性的人，所以我觉得那些没有真实性的东西我都不太信。物理性，对，就是我要摸得到、看得到我才相信。但是你的想象力。摩羯座难相处哎，真的讨人还相处，不是讨厌，你们太讨厌，你们七个都讨厌，而且还算错，差点算到八个。